现在的保安快又半夜出来捡垃圾。哎，张麻子！嘿，张麻子，在，张麻子！哎，大半夜的还跑这儿干啥子？师傅，嗯，往里头走，还往里头走，一直走。啊？还往里面走啊？哎，哥子，刚才不是讲好了的嘛，就到门口。 你喊我要进去，你也不是不晓得，你们这个别墅区好大，我进去的话，单怕要多踩5脚油门，是脚刹车要费好多油。哎，你看是不是加点强？耶，你还会考棒棒啊？嘿，这个考棒棒的嘛，像你这种大富大贵之人嘛，我们是看得起你嘛。像我们这种人，就没得哪个考棒棒。你说是不是嘛？大富大贵，听起舒服，我喜欢。 就算看棒棒儿，你考得安逸，那我就给你加点儿的噻。谢谢老板儿，这一脚油送给你的。哥子也幽默哈。给我们开野猪儿，那不幽默点儿，生意都没得，顾客也不会满意。只有平时多操练一下。就是。<笑> 先生，你咋子了？麻子，哎，是不是我把你逼得太紧了？你帮我抢一下。先生，我张麻子瓜是瓜嘛，我不可能去抢银行噻，抢银行是坐牢的，是犯法的嘛。再说我抢银行，不可能抢5000噻。哎，那你那个钱从哪儿来的？ 哎呀，就是我们媳妇村旁边那个别墅区门口捡的。捡的啊？捡的你不还给人家，是不是太不厚道了？哎呀，先生，我张麻子爱是爱钱，但是君子爱钱是取之有道。当时我就很纠结，后来我想通了，你晓得这个钱是哪儿掉的不嘛？ 是我们今天找到车那个土豪掉的，他的啊，是他掉的啊，那土豪说了，掉这儿钱算不了啥子，5000块钱嘛，早都不找，根本不在乎，老婆，这就是老天爷替他送给我们的精神的损失费。真的啊，嗯，太好了。 嗯。哦。嗯。哎，你干啥子？痛得很。痛就对了噻，痛就说明是真的，不是在做梦噻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嗯。
样子。装着哦。几十岁的人了，还在装萌。嗯。哎呀呀，不拍了不拍了，人都不得。哎呦，我们拍的憨杂劲，又不能晓得我们是在用土豪金搞造型。嗯。就是。看你们铁公鸡来了。来，先摆一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嗨！哎，抱好，抱好，抱好！哎，小姐姐，没事吧？慢点！哎，不是，你两口子在那儿滚草吗？咋了哟？啊？哎，摔哪儿没得？哎呀，人家都没得事，我的手机摔到没有？我手一直举起来，我是宁愿手高摔到都可以，绝不可能让手机摔坏。嗨。啥子？啥子手机啊？比人命还重要是吧？哎呀 ，iPhone 六的嘛，怪不得哦。手机，哎，我看，手机，哎，手拿开，你手弄脏的，拿开，看儿子嘛。就是嘛，女娃子，你看那个手上好厚的茧疤哦。我们手机照的摸一下，那个屏幕都在刮花。张麻子，不就是一个手机嘛？你硬是以为你手上拿的是金元宝是不？你娃儿典型的就是嫉妒羡慕恨。你现在是啥手机吗？这是手机当中的贵族机，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啥子贵族机哦？明明就是街机。看到没得？这个是你大爷。看清楚，这是你二爷。这个是你们爸。这个呀，是你祖宗。听不见。你娃儿这是典型的嫉妒羡慕恨，气死你！你晓不晓得我这是啥子？我这是 F 六，到你那个苹果一吹。哎，没对啊，张麻子，你扣了级别，在幸福村我数第一，你就数第二，你舍得花钱去买土豪金？干爹送的，干条送的。哎，究竟是彩票中的吗？还是干爹送的哦？关键啥子说？哎，张麻子，哎呀，虽然说那个干爹专门给我们打招呼，喊我们不要出来显摆，但是你话都说了一半了，喊我们还是不要隐瞒大家了嘛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干爹买彩票中了以后，然后买来送给我们的。哎，就这意思，就是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噻！哎，张麻子，你干爹对你多好的啊！那当然了。哎，麻子，把手机拿给我。他们又打麻将，他们还要参观我的土豪金。走。来，大爷。该升级了，我穿的 iPhone 六。哎呀！啊！奶奶，请你老人家给我过目哈，你看我写的这些名单，我拜哪个干爹搞的都是。这个啊，这个别个比你小十多二十岁，你还拜人家当干爹、当干儿子差不多。哎呀，他小是小嘛，人家是富二代的嘛。哎，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，那个干爹不给干儿包红包。你倒想得好。你关键是人家干不干嘛？那这个呢？这个啊，嗨，这个都八十多岁了，你看他一天病殃殃的，身体还活到几天嘛？人啥子干爹嘛，人是。那真好噻，嘿，到时候他一死，我们也可以分点遗产嘛。铁公鸡，你那是想钱想疯了吗？啊？你今天哪根筋不对了？说。哎，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个张麻子拿了一个 iPhone 六，说是他干爹给他买的，在我面前是还过去还过来的，显摆完了。我也想等 iPhone 七出来的时候，有干爹给我买。啥子呢？你说张麻子的干爹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 六啊？啊？你觉得可不可能嘛？咋不可能呢？人家现在都拿到打麻将那个地方去了。过不了好久都要拿到你面前的显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说张麻子有个 iPhone 六，我还是相信。但是那个 iPhone 六说是他干爹买的，那绝对不可能。为啥子不可能呢？为啥子不可能？我又不是认不到他干爹。
他喊你这种提的圈那是出了名的抠。如果说喊你贴过去跟他比一下的话，你还差他那么一大截。哼，张麻子有今天啊，全都是他干爹一手打造出来的。不要说干儿子，就算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都不可能拿几千块钱出来给他买一个 iPhone 六。啊，真的啊？还租的嘞。那张麻子那个 iPhone 六从哪儿来的？他不可能花几千块钱去买噻。你管的人家是哪来的，自己摸到自己事情做，一天不要东想西想的，听到没有？管得宽。停车费、物管费，哎，全部都收齐了。哦，我这儿来核一下，核了一下，我跟着我就给你送过去。哎呀，客气啊，是客气，谢谢你哈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好，再见再见，哎。二九四五六七八。哎，一共呢？你怎么一共呢？总经理，你们在搞啥子？我们在帮标总找东西。有没有新的发现？哦哟哟哟，你看嘛，我们找到了一叠合同、一包烟、几支铅笔，还有几张名片。还有？没得了。没找到钱啊？钱没有啊？没找到嘞。真的没找到？真的没有。好吧，那个，把范围放大点啊，地踏式搜索。好好好，出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总经理，你找我啊？啊，秦宝儿来了。哎呀，秦宝儿，你也是保安队的老同志了。你做事情认认真真、兢兢业业，这大家都是看到的，对吧？我也不希望你为了一点私利，把你的这个前途和名誉都毁了噻。今天喊你过来呢，就是有啥事情，你就主动交代了嘛，啊？春经理，你在说啥子哦？这样子，我提醒一下你啊，最近这段时间啊，大家都在帮这个标总找东西，是吧？有些东西呢。大家就主动上交了，有些东西呢还没有上交，啊，今天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希望你能够
主动坦白。没有啊，我借的东西都交了嘞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哎，那么严重还开除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也不要说了，啊，这个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那你要是捡了东西不交，就证明你人品有问题，你的道德有问题，你的价值观有问题。这个开除你都算轻的了，弄不好噻，哼，报警！哎，还报警啊？宋经理，你不说，你不说，我上交。你藏得深嘛啊！宋经理，前两天天气比较潮湿，我孩子呢又有个洞洞，我又接了双鞋垫，我就垫了两天。清洁节约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你说是不是嘛？可以了，青胖娃儿，捡的鞋垫你都又给人家穿起洞洞了，嗯？说说说，除了鞋垫还有啥子？我就只捡了双鞋垫，你喊我上交，我都直接上交了。宋经理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大炮打蚊子，太小题大做了。捡双鞋垫，你倒报警。你，好好好，那个，去写个实物招领。走走走，昨天我去吃黄梅。小梁，我这儿喊你过来，简单点儿，一句话，啊，你是不是捡了啥子值钱的东西了？总经理，你咋个晓得嘞？真没捡到。小梁，你把这东西交出来，我敢保证。这个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绝对不可能有第三个人晓得。对嘛对嘛，我交我交。这儿就这个。哎，总经理，你看清楚，这个是五粮液的，虽然说只有二两嘛，但是还是管得多点钱。有啥子五粮液哦？你是王粮液的嘛？哎，这高档小区有山寨的哟。行行行，我看你这个眼睛嘛，应该去佩服眼镜了。好嘞，把这放那儿，去写个实物招领啊。哦。哥。嗯。大舅哥。哼。哈哈。钟经理。哎。小钟，这是办公室吧？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的。钟木兰，哎，钟木兰，哎，钟木兰，小声点儿，嘘，钟木兰。说你上午捡到钱了，是，但是那个钱，你不要说你上午捡到，下午就用完了哈。没，一分都没用。那个钱呢？我是拿准备孝敬爷爷的。你爷爷？那就是盖根的爷爷了，那也是我爷爷了。你拿捡到的钱去孝敬你，我们的爷爷啊，爷爷晓得了，肯定要骂你。真的啊？那就是啊，我也听别个说过，要花钱就花自己的钱，不能够花别个的钱。是嘛？你还是晓得这个道理噻。你看，只要不做亏心事，那就不得拿鬼来敲门。啊？鬼还要敲门呐？哎，你说了，你捡了人家的钱，人家肯定要来找你噻。我交我交我交。哦，你只要交了就是好同志，人家肯定就不得来找你的了。哎呦，你还捡得不少啊，你捡这么多钱。哟，哎，高保安，你啥子意思？你这个啥子意思？我准备孝敬爷爷的。你老婆有毛病是吧？
爷爷咋会用这个钱？死人都用这个钱了？死了都十几年了的吧？怎么了？这太不孝了吧？哎呀，爷爷啊，爷爷，我准备孝敬你的钱都不能没收了呀。爷爷，你缺钱就找他要吧。爷爷，哎呀，爷爷啊，死了是说没听挨个说起过了。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晚上哭了我就把钱给你送过来。哎，周经理。阿梅姐。我过来办点事情，你把那个物管费给我，我好带去公司，你就免得再跑一趟了。现在啊？啊，你咋大惊小怪了？不。我是说阿梅姐，你太体贴我们了。我现在去给你。哎，好。哎，锁了。你找钥匙。阿梅姐，你现在肯定忙着，要不然你先去忙你的。我不忙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。这个样子，你起来，我来帮你整。你说这么开除，你看这些东西你放在这儿好有机会啊。哎呀，乱七八糟的，你放在这里给，奇怪了。有时候啦，我们经常是背起娃娃找娃娃，说不得就是你的裤裤板脱了。那我帮你看一下。转过去。标总打的，标总打电话你不接啊？总总你可以，标总的电话你居然敢不接？标总说过，上班期间呐，哪个不接他电话是要遭200块钱的。你可以，有钱任性。先走了哈，下班之前你把那个物管费交过来啊，记得去哈，我好打账。